现在剪的侧牙，你整个两个礼拜还是要全部再剪掉，只留一颗啊。要修？对啊，因为开花以后35天就可以收啦，所以现在算起来差不多啦。以夏天这个时间点来说的话，美容瓜、哈密瓜，那丝瓜、苦瓜、小黄瓜，那有机蔬菜，这大概是夏天这边一场的比较大量的采收作物。因为美容瓜我们这边种法是单瓜单果，就是说我们一株让它长，是用像这个是用吊挂式的，就是它只是用绳子一株就让它长上去，那一株我们只留一颗。那留一颗的话，其实它跟其他人的差异是，它的味道会更浓更香，那甜度其实以有机来说的话，我们这种甜度算很高了。雨季过完，正是采收美浓瓜的时节。这个正在小心翼翼将藤上果实取下的是66年次的农场主人陈建龙。说起自家种的有机蔬果，便开始滔滔不绝。很难想象11年前他曾经与农业八竿子打不着。当初我参加政府的飘鸟计划的时候，大概在我20几岁、30岁那时候参加政府飘鸟计划早期的活动，那就觉得说，农业它是大有可为的。那在半导体的时候，我后来觉得说，其实台湾半导体发展已经越来越成熟了。我们进去的时候是成长期，可是我们到我大概30岁要离开的时候，它差不多已经迈向成熟了。那很多都会直接外派到大陆，那其实我不大想去大陆。对，那后来就觉得，农业可以做，那就刚好。因缘际会啦，出国一趟看一下以后就觉得，回来好吧，就确定做农业。从大概前面3-4年几乎都在摸索，因为我不是第二代，那后来是遇到很多的问题啊，比方说虫害、天灾的下雨啊、温室吹走啊，对，那资金面造成很大的影响。对，那一直也是靠着很多贵人啊，就是同学朋友啊，还有说政府的帮忙，农业金库的贷款，那才到现在才比较稳定一点点。告别都市的五光十色，陈建龙来到桃园大溪，开辟农场，开始了他躬耕乡野的生活。栽培有机美浓瓜、无毒水蜜桃，对他来说都不算难事。真正困难的地方来自于现实层面的压力。最早一开始的时候，我是种草莓、番茄，冬天那有机蔬菜。对，那后来接下来就是哈密瓜、美浓瓜。那接下来就更多元了，就是更杂，比方说能试的我们都会想要尝试去试这样子。今天不管在农业在什么电子业，其实它都有共通点，它就是市场导向，不是你种出来人家要跟你买，而是市场要什么你做什么给人家。那我们也是因为说有市场有这样需求，我们闻到了我们就去做那些作物。如果以我们是完全没有这样跳下来的话，其实问题比较多，比方说资金面是不是充足，因为没有子弹没办法打仗。对，那技术面我觉得倒是还好，因为就要一直去学，你就一直去学没什么，因为到我们现在已经10年、11年了，其实我们还一直去请教前辈。对，那技术资金面两个解决以后，第三个问题就出来了，你要卖谁？对，就是你 sale 你要销售端要给谁这样子。有几年台风啊，连续有2年台风，我这边整个被刮掉，一年损失就大概200万，因为我们后来盖温室，贷款来盖温室就又被刮掉。对，那没办法，还好那时候其实真的是有澳元啊，就是说比方说农业金库这边有协助帮忙，那我们才有办法说继续做下来。陈建龙把农业当成创业，农场是微型的一人公司，清晨3-4点就得起床，赶在太阳高挂前忙完田里的工作，还得自己架设网站，发想行销企划，一手包办营运，偶尔有实习生加入当真力军，陈建龙也不吝于指导，将走过的路一一传授。照片、形象照，你写的文章，先用那个，要么用那个 Word 档把它用下来，
照片把它弄下来，要么就是直接用那个 Excel 档， Excel 档也可以啊，反正两个都弄下来，那图片、单价、照片就可以搞定了。以我们是农场主，那我们这边生产的哪些的植物啦，就是他就是现场跟着做，跟着学。那另外我比较 focus 在说，就是说他们来我们这边的时候，我会希望说他碰一些行销面的，就是说比方说架设网路啊，那还是说要怎么样把水果包一包比较漂亮啊，后段行销人家的一个怎么样是让产品比较有办法卖出去的卖相。在台湾现在目前为止啊，就是说种的人太多了，都太厉害了，因为他的门槛老实说不会想象中的高，可是会种，但是要怎么卖，卖才是问题。卖一直都是所有农民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存在啦，因为你今天也可以种，我这边也可以种，不是因为我厉害，而是大家气候一样，环境一样，其实种出来的东西品质差不了多少，可是要怎么把它卖给消费者，钱收进来，那个不是农民的专业啦。陈建龙将自己所学传授，希望这些年轻人有天也能带着一身武艺回到农村延续下去。台湾农村长期以来面临人口老化问题，为了鼓励青年投入农业经营，农委会开办青年从农创业贷款，提供青年从事农业所需要的资金。哎，你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来，我们这边里面听说你美容瓜收成了，还不错，特别来跟你们捧场一下。还不错，还不错。那时候的话，很多温室啊什么那些也算是百废待举，就是受损蛮严重的，所以他非常需要这一笔的贷款来帮他修复。那我们也看得到他这样子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潜力，然后有他的一个成长性，所以说我们觉得他是可以值得我们来支持的一个青年的一个客户。他可能没有实际从农的经验，然后再加上他也没有所谓的担保品，就是因为这样子一个原因，所以他们在贷款的时候可能会常常遭遇到，不管他是要去一般的金融机构还是什么，可能就会常常会面临到这个困难。那因为我们农业金库的话是我们政府唯一就是的一个专业的一个银行，所以我们有必要来协助他们支持说青农返乡。那我们也要来实时的来了解说是不是有如他当初经营计划有继续这样子一个执行这样子，嘿，对，然后来再来看看说，他如果真的他的规模有扩张了，那我们是不是还有，他是不是还有需要其他的一个贷款一个资金的需求，我们可以来继续来支持他。如果现在有需要的话，我们还是可以来继续支持你。青年从农创业贷款开办以来，至2018年底。累积贷放30.4亿元，加惠2183户青农。陈建龙也是受惠者之一。他第一年就是所谓的那个周转上面，因为你要买农药、肥料这些资材，你有农机具啊，你可能要生产过程需要这些成本，那这些周转金他就不够了。可是不够的时候，你这时候又要再来贷款的时候，就会很麻烦，就没办法取得这样的一个他想要贷的额度。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把这一个所谓的信用的这个部分放宽，那农业金库这边有去协助，所以让他可以如期贷到100万的周转金，那这个对农民当然是帮助很大。其实他的计划不错啦，但是因为就是天灾嘛，就是担保品就不足了，但是我们觉得他的营运计划不错，所以后来经过评估之后，我们送给农信保，他也得到95%的信保，对他帮忙很大。一般银行不可能做这个东西哦，所以我觉得他也蛮应该感谢我们跟农信保给的帮忙的哈，95%呢信保呢，所以将来如果青农你自己觉得你营运计划不错，你就来跟我们谈，跟我们地方辅导办公室来谈。青农贷款让年轻的农民拥有资本，勇敢逐梦。现在农委会更提出6大精进措施，包含放宽保证规定，持续松绑法规，调整审核条件，建立转介机制，线上申贷服务，贷款咨询专线。
政府看见农民困境，在政策上调整脚步，因应每个青农的不同需求。日正当中是农人休息的时刻，田间的午餐没有豪奢的宴席，一个简单便当足以填饱一天的辛劳。看它结果，然后把它采收下来之后，然后装进盒子里面，可以美美的送到客人的手上，然后看到客人满意的笑容，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外面种菜多少农药，那不如自己种，然后看可不可以健康一点。对，然后当我们收成的时候，第一个它是可以卖钱，然后第二个我们可以自己吃。一个团队分工合作，然后我们可以很快的在一个早上把一些事情都做完，然后这中间就是又可以有说有笑，我觉得是一个还蛮棒的事情。对，然后我们一起种出来的东西，那看到那个成品的时候是最有成就感的时候。一开始的飘鸟计划，它给我一个还蛮大的容。蛮大的一个额度的贷款，农信保基金的协助啦。那之后后来有连续大概两年这边赔，就是台风天天灾赔很多。那后来也是因为农业金库的帮助下啦，那他又带了一批款项给我，才可以撑过这些营运出问题的时候啦。对，那我们也是希望说，未来如果说有机会知道说国外的订单，国外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做出口。那我们找更大面积，一次可能就是10公顷、20公顷的面积去做大面积栽种。那时候其实又是需要农业金库帮忙。天道酬勤，也道酬金，在台湾这片富饶的土地上，以汗水辛苦浇灌的成果，加上众人精心栽培呵护，总会长出最甜美的果实。